小丑鱼1.13之后才可以吃啊，那叫热带鱼。嗯，1.8红石，对吧？钓鱼机要什么材料？要红石。我们好像没有红石。小姐，等下开一个洞挖上来，在那边当入口。我要在这边。我可以先偷箱子里的鱼吃两只吗？你赶快拿来烤啊！烤来吃啊！饿了就吃啊！啊，可以全部用成木棒，这样烧比较不浪费。木棒最不浪费吗？我觉得不浪费啊，因为我记得是木棒两根能烧一个东西。对啊。哦，你要什么弓？强力士，耐久3，击退2。有没有经验修补 ？No。这时候有吗？1.8？这时候没有，1.8没有，一点八没有。没那它最好就是无限喽。对。嗯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什么事？喝水。下去喝水。好吧，下去喝水。喝水我没有，我没有很缺水，好不好？推下去喝水。叫你喝水就喝水。喝水。感谢礼物。哎、欸、小。那、啊、小雨在看戏吗？嗯。我这里站着，然后什么事都没做。他在喝水。烧、哦、还多？不是啊，重点是，你战术性捕鱼。如果你只放一样东西的话，木棒 不会浪费啊。我还不打爆你战术性，打死他啦！你的鱼就回来了，你打死他，你的鱼就回来了。真的，你还会拿到利息哦。对，好像蛮赚的耶。不要啦，这只鱼还会掉钓竿、啊。哎、欸，是天黑了吗？对，是对，快天黑了，快了，快天黑了。我要睡树上了，我要睡树上了，我要去躲树上了哦。哎、欸，先借我你的树，借我躲一下，我要放船上去。哦，好，在上面。嗯，已经晚上了，可以了。哇，这个好高。啊，会冷哦，会冷哦。哦，好。哎、欸，你上面没火把，帮你擦亮啊。在好好擦亮，擦亮，擦亮。在火的四周。哎、欸，不是睡错床哦，没事没事，睡对。可是城墙是用木头围的、欸，哎。中间一点啊，熔炉算吗？熔炉、欸、不算火、啊，只有火，只有火而已，我只剩你火。所以一定要点火才行、哦。为什么苦力怕生在树上啊？方法不行，要火。会烧得起来的东西就对了。哎、欸，要烧烧的火，那个火的方块。请问这个有地方可以上去吗？过来喽！这里啊，这里啊，这里、啊，你走这边上去啊。走这边。啊！我要喝水了。哎、欸，对啊，我们会渴死哎、欸。哎、欸，真的耶。会死吗？是不会死，可是会走很慢、啊。冷这么冷死，渴会很慢。啊，冷会冷死。哎、欸，那我是要在旁边倒一桶水啊。大家一起掉啊！请问那个不小心摔到沟里还有救吗？有吗？拜拜！啊，如果没有就拜拜，没有就没有喽。啊，我想到了，喵哈！啊，我想说，你不会跑酷，你上来坐这个船，然后shift下来。不会跑酷。哎，那个，我不知道要往哪游哎。哎，沙子比较高的地方。沙子比较高，对，沙子慢慢往里高的地方，越往越高的地方。这里面没有差够量，等一下里面就直接升怪啊！对，我在做火把了，里面就沦陷了。等一下，这要喝水。对啊，我刷到那个水、啊。没有水，没有水，我要有。里面的铁够吗？哦，还有。我有，我可以去捞。好啊，那你勇者，你现在要去捞吗，勇者？救命啊！我前面有个女巫啊，有个女巫在等你。啊！救命啊！移动减速，还有我在中毒啦！各位，我在外面。我你啦，你快点，有船，对，救我的下来。有船，底下有门，掉下去有门。团团，放了，要放了。啊！我的，随便放，水，喝水。我进来！对，我那个船的意义就是这样子。
大家泡泡同浴池，同浴池。为什么？你怎么凋零死了？干死了，我冷了吧？我冷了，我也冷死了。哇，又冷又热，天啊！哎，哎呀！还有月圆之夜是怎样？好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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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冷！哎呦，一出生就很冷啊！等一下，火烤蜘蛛，火烤蜘蛛！哎，一出生就冷哎，这也太扯了吧！啊！好冷，好冷，好冷！哎，火嘞，火嘞！一出生就冷了，出生根本活不了，一出生就死了。热啊！好丢哈，复活要给你那个哈，对啊，你要重建一下，大概一半吧。啊，这个可能要对，好，我先给大家那个，给大家一个，对，给大家床睡吧，先给一点衣服吧。再见了各位，我要死了。为什么？他暖不回来。哦，啊，先没有一百，先回一百。耶！这半颗星。那你要不要 reset？ 你还是先死一死好了啦。reset 一下了，要不要？啊，走啊！哎，你为什么敲掉？打我！哦，你要我往外看的。杰克，水桶呢？没有，不是在里面吗？没有，我再捞一桶。对啊，再捞一桶。嗨，腾腾。嗨。多烤一点，那个温暖值现在没有上线。温暖值 cold cold， 烤好快啊！欸，我们没有地狱池，它会一直洗掉啊。没办法，就是这样。烧木头会比较久吗？会久一点。你说丢进去吗？是啊。你好幽默哦。他应该一瞬间就不见了吧？哎呦呦！丢就丢。不是啊，那个丢。你说让他点在木头上。点在木头上啊。我把木稿丢上去看会不会烧比较久。我们现在好强哦！为什么？然后有船啊！哎，后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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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真的啦！等一下，树烧起来了！树烧起来了啦！那个真的是会烧很久啦。会烧蛮久的哦。嗯。有多的船吗？看能不能先做个七张。蜘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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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蜘蛛，这里这里，蜘蛛就有了。这里，哎，没有了，没有货了。啊，上面有货，里面上面有货。上面上面上面有货，上面有货。取暖取暖。火火，谁把火打掉了？干掉好多底下怪吧？哎哎，好过好过很多怪吧？对啊。你来看一下。啊、哇哇！下面有好多我的东西还没消失哦。你要上来，你要上，你要上来，你要上来，你要上来！下面都屁孩呀、啊！你要上来！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五六只一起进来，八七猪队友啊！反正你看，你现在在前面那个好高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啊！哇塞，太嗨了吧！等等等等等等，我跟你讲说，小雨那边是一只一只来，就小雨你先别打，全部跑进来。小雨先别打，小雨你先别打。等一下，我好像惹到安德，怎么办？你就拜拜吧，你就安心去吧，安心。小雨，哎、欸，那也好壮观哦，好嗨哦，这边。八千，你要不要先把它堵起来？东让反正拿不起来啊，因为他们一直在那个洞里面。欸、安德打一下五颗星啊，哇，好痛哦，差不多啊。哇，这个铲子好帅哦。哇，这边也会看到安德哎、欸，有够危险的。好了，你小心脚下那个洞、喔。你说刷怪场吗？雨夜。对。你小心，我觉得你会死哎、欸。我这里可以刷怪了。哎，你看他这个手，其实还蛮神秘的。我有，我有，我有。这是触手吧？雨夜好可怕哦、喔。为什么一直听到啾啾声啊？好恐怖哦！有没有他在打我啊？然后进水里，然后又跑走。小心你要渴了哦！哦，哟，他刚复活哎！安德来喽！他来了。
我感受到。来啊，打架，打架，过来！他血应该不多了啦，他泡好几次水了。打架，打架！打架！我还想做坏事啊！打架，打架，打架，打架！吸不到东西。可以做坏事吗？哎、我打到了。你在干嘛？没有没有，是那个门靠过去又被戳。你在干嘛？我现在满脸都是问号。你想干嘛？他如果上面弄一桶水的话，他会干嘛？冲得过来？会不会有羊啊？不想，我先收你。羊没有过来啊，他没看过来啊。想知道吗？我的尸体刚刚有捡了吧？你看那羊很。你想你说啊？你想干嘛？你超害怕耶！你看整个超害怕。我觉得那个羊被前后夹哎、欸。我等一下就把怪全部放进来给你们玩了。啊，打到羊了！对啊，怎么那个兔子看起来大只啊？干嘛？群魔乱舞一下好不好？来啊！安德吗？群魔乱舞一下是不是？好，没问题。来啊！小雨，你吸的也太多了吧？我吸经验值。你知道我就知道你想干嘛。我要你吃腐肉。想干嘛？你要白天的吗？白天了，白天了。移动加速是所有人吗？哇，真的是怪物啊！群魔乱舞啊！连怪物一起耶！哎呦！拜拜拜拜！还不了吧？跑那么快。等一下。干嘛啦？他有很多的武器在外面。你干什么？我在打怪，我在什么？我怎么是怪？好冷，我好冷。我怎么求点火？求点火！我也好冷，我现在没有那个。火在这，火在这，火在这，火在这。你给我挡我前面啦！这只有前后有前后左右有效哦，垃圾，我知道。群魔乱舞前后左周围是没有用的，前后左右是啦，那个冷的那个，冷的，零狗狗一定对对对对对，凋零啊，我一直冷一直冷一直冷，哎，那不适合设定这个。阿基神救我！阿基神啊，他没有虫子。你这口力怕是鬼啊！跑那么快，哎呦，怕是鬼，真的是鬼啊！一下，好，哎呦，感觉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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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呜！我想说，要烤暖的就直接下去那个坑里面好了。那个好像有没有岩浆可以烤暖啊？不行吗？这样没有吗？好像没有动哎，我的那个。所以真的要这样哦，要前后左右，一定要前后左右。你赶上，你赶上，你赶上，你赶上。要前后左右，这样子燃烧吧，这样比较烫，是不是？要前后左右，好像没有，哎，有了，有，哎，有吗？没有啊，我还是前后左右的格子不能大于一格，哇，这么极限哦，太近了。等一下，刚出生会死啊！我不能出生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一出生就冷死了。对啊，我等一下，我还在，不对啊，我是不是弄好了？我的感受非常冷，我的感受非常冷，我感受非常冷啊啊啊！快点放！啊，团团，哎呦，好了，我觉得很温暖了，我觉得温暖了。看一下 Coco 值，我的 Coco 值，我 Coco 值好像有点低，好像还好，可以，好。小雨快冷死了，我要来烤火了，我也要烤一下。哇！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放这里，不然等下他说不能多，不能少啊，所以就这样啊。哦，太多也不行啊。对，你格子要刚好在那个格子，这样就好了，前后左右都有位置了。就捡尸体，捡了四把石剑。他每天都丢一把石剑给我，到处都是。哎，这里怎么这么多床啊？是谁的？团团的哦，好。我一把石剑。好啊，你捡的。谢谢。哦，还有两把钓竿，一个应该是那个繁星的，应该也一百多。我有新的钓竿了。我现在全身都空的。你有是？哎呦，这么凶！安德躲进来了。是吧？完了。哦。啊，拍谁？没活的。怎么死？杰克，还有多的钓竿吗？好啊。繁星，你们有有吧？嘿 ，FAN。嗯。SHING。
两根 G 好。OK 好。哦哦哦，哎，他记，我床先拆掉、哦，你过来看这边。我床拆掉了，要重睡哦。啊！我的天哪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吓坏！是干嘛的？教床啊！你不是神吗？好好祭拜是不是？床有刚好够吗？还没有，现在还不够。床现在四张，有要睡的可以先睡。他记，请问可以？要晚上吧？出去可以换东西吗？换东西啊！好好好好，我换个东西给你好不好？好。换什么？我荧光石啦。嗯，哎、欸，可是树上有三张哎、欸，所以是差一张而已嘛。哇，你换给我这个、哦，树上三张已经有人睡过啦、啊。对啊，可是刚差一张啊。对啊，因为现在是差一张。那七张了吧？七张，假如神不用睡的话，啊、对耶，不用睡的话，哇，神不用睡了。哎、欸，神也想玩游戏啊。不能这样排挤神、啊。是我这边自己睡好不好？欸、自己睡不自己睡？哎、欸欸，我们以后这边这个啦，你们过来看。我们点火可以用这个上面点。哇，用这么高级的、哦！刚刚神给我的，神给一个不会灭是不是？对，没有没有会灭会灭，只是比较高级。那怎么不是不会灭的呢？你要去问他，不要看一下。你要走上，要不灭死楼，有没有？走上楼拿个东西给我。要晚上。神给什么？够不灭吧？想看，真的。等他烧完你就看得到了。等他烧完你就看得到了。赶快，赶快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那个啊，我知道，那个东西。给了一个空岛超贵重的东西。对，超稀有的、啊。嗯。白白的吗？不是。哦，我看到了，从那个从那个火的间隙中。等一下，这个视角超奇怪的，我们在干嘛？有没有很稀有啊？哎、欸，原始人弄到火，哎、欸，有人要人死了、啊！啊！哦，人死了！哇，看吧，很重要吧？换手到重要。哎呦喂喂喂！欸、不是不是，又没有给那个了啊！好冷好冷。你还没睡床吗？你还没睡床吗？啊，对，白天还没。拍谁拍谁？嗯。拍谁？钓竿，钓竿是不是没有啦？欸、有吧、欸我？我有多的线。有啊、现身自己，现身是四条而已啊。我丢进去了。八条了。哦。啊，我知道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等我一下，马上就好。好。我觉得我连出家门都是一个困难的事情。点床啊。没有啦，白天船上去，然后下去就哦，电船呐、啊，好好说话、啊，好好说。我们去看我们的，可以啊，看一下我们的农田。你接了再死一次，应该好了。接了再死一次，再死一次。好了，有了有了，回来了。嗯，谁有那个水桶？我杰克那边可以再多放一个池子吗？放了。诶，多一些。吃什么？吃什么？为什么 Ender 跑进来？路过路过。哎呦呦呦！哎，你是不是有人打花？怎么？哦，他刚没。